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，今天我们来玩继续来玩，真的喷对了。今天玩什么呢？新的四人局，断战四方盛宴，超市无法参加，蛋蛋悠然会呢？四个人，弄着一会儿远离。第一个是上来就生存。好像炸去，这几万不要啊，哟完蛋，哎果果呢？好嘛，给你，哟占地利的，下一回合力挑战新的零，全打在车厢上了呢。这打不过旁边那个，但是也过关了。这回第二，下一回合是什么？下一趟是前方高危区，穿越真假，第八区域比谁先到终点。这冲啊！这剩三人了，好，你没事啊。这都不对，这个地方对了。谁上去试一下？哎，咋啦？哎呀，把我给落下！你们把我给落下了，嘿。这局第三了，多头涂鸦拿的，吃占地方多了，这回又是。无人出击了，就再说。第一，好了，下一回合是什么？积分录音出模糊的积分录音副大单，还卡了。这个。碰到衣服炸弹了，好嘛，是第二。好，最后一个回合是什么？穿越冰川河谷，扣船满穿越障碍，倒是开呀、啊。
快跑卡丁车啦。别撞我。漂亮，乖乖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摆烂吗？这。哟，到这后说真多了。游戏结束，好嘛，叫幸福的第一。行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同学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